综合外媒报道，英国国家警察空挺部队日前一名飞行员在空中执勤，结果见到一只独角兽，吓到他立刻回报给地面的同事说：我需要避开一只独角兽。地面的同事以为飞行员讲笑，但后来见到相片之后恍然大悟，原来高空中真的有一只独角兽。气球。空挺部队将照片摆在官方社交平台上边。贴文写住：当飞行员向你通报他需要避开一只独角兽，请永远要相信飞行员。该贴文吸引过万人赞好，网友在贴文下面留言表示：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。